大家晚上好，中国学员晚上好，新加坡学员晚上好。时间很快到了，两个礼拜，老师，我们大家又再见面了。那么今天呢，老师继续讲这个神奇的香素。那么今天讲的是第四堂课，因为一直都讲不完，因为香素本身的是非常的广，也非常的深。那么很感恩老师，从老师的 师傅们啊，老师们啊，学了非常非常多的宝贵的知识。那么看老师的这个现场直播呢，啊，老师可以敢讲的是，老师所跟大家分享的呢，是在全世界的图书馆是找不到资料的，百度也找不到资料 ，Google 也找不到资料。为什么呢？是因为一切老师所学的香道呢，都是口耳相传的。那么老师的师傅呢，这个香道师傅呢，啊，口耳相道啊，传授给老师。那么老师本身呢，啊， 那么把它记录下来。那么老师觉得这个文化，香道这个文化呢，绝对不可以再断缺了，也不可以再断层了。所以，那么老师就不管了。那么该说的呢，该公布的秘密呢，老师一定要分享给大家，因为老师觉得呢是非常非常的难得。所以大家可以拿纸、拿笔做笔记啊。如果大家觉得哪一个呢很适用的话呢，大家可以试一下 这个香道是怎么用？好，那么老师现在开始跟大家分享。那么还没正式讲这个香道呢，先问大家，改变命运的窍门是在哪里？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很想改变命运。那么老师问大家了，那么你想改变命运呢，要从哪里开始改变命运？大家晓不晓得？那么命运呢到底是能不能够改？ 那么大家看这个脸书呢，有没有这个答案？命运能不能改？那么命运呢？你要改命运，你首先要知道怎么样，什么的窍门，怎么样的方法去改变命运？大家有没有这个答案呢？哦，这个MNNM 讲 positive thinking 就是正能量可以改变命运，是真的。那么命运可不可以改 ？Jaredine 讲可以改。 那么运也可以改，哇！老师的学员太厉害了，哇！你们大家都是非常非常厉害。那么大家答的都很对，可是从哪里改，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呢，大家继续看这个 PPT， 命运是什么？命运分两个项，第一个呢，命运包含两个东西。 一个是波，一个是能量。如果我们要改变命运的话，很简单，只要改变我们的波，改变我们的能量，英语呢叫做 vibration and energy。如果改变我们身上的波跟能量的话呢，我们绝对是可以改变命运的。大家永远要知道这一点，命运是很简单。如果你找不到方法的话，是非常难改，也不懂从哪里改，也不懂从哪里入门。所以呢， 命运本身其实很简单的一个道理，非常的科学化，也非常的逻辑。所有宇宙万物是什么形成的？哦，两样东西形成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能量。如果我们的肉体没有波，没有能量的话，这个人呢就会怎么样？就死掉了。所以，我们活着的人呢，身体呢一定有波跟有能量，就像什么一样？就像我们的手机，手机你这样看是一个硬体，是一个硬体，是实的。 可是它可以接受到全世界的讯息，为什么？因为这个手机是什么做的呢？有它的波跟能量，所以它可以接受到全世界的讯息，在一个硬体里面。所以呢，我们的人也是一样。那么我们人身本身也有本身的 Bluetooth， 也有本身的 WiFi。 那么我们本身的 Bluetooth 跟 WiFi 是什么呢？是我们身上的波跟能量。 所以我们要改变命运很简单，要咸鱼翻身很简单，要这个乌鸦变凤凰也很简单，只要懂方法。那么这个方法呢，老师跟大家讲，只有两个，这两个方法呢，就是改变我们的波跟改变我们能量的话，我们的世界会因此而改变。所以呢，老师就把这个非常科学、非常逻辑的方法今天教给大家，大家自己可以做自己的老师跟大师了。那么呢，我们改如何改波，如何改能量场？ 很简单，只要提升我们身上的波，只要提升我们身上的能量的话，我们就可以改变命运了。那么问题又来了，
怎么样的提升我们的身上的波跟提升我们的能量场呢？那么今天老师就要开始讲了。那么改变我们的命运呢，第一个呢一定要改变什么呢？我们个人的波跟磁场。第二个呢要改变的就是我们环境的波跟磁场跟能量场。这个环境的波跟能量场呢，也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语言啊，华语呢叫做风水。所以个人的磁场跟风水呢要一起的改的话，就功效是非常非常的迅速，火箭般的快。那么有些学员，很多的学员都用的香用的非常好，每一天差不多每一天吧，都有学员都来报喜，那么老师是非常的开心的。为什么呢？因为老师就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帮我们大家改善身上的波跟磁场，提升我们的波跟磁场。那么有些人用了水香，用了香方，那么他就觉得会，有些人呢觉得效果会比较漫长一点。为什么？除了要改变自己身上的波以外，第二个重点呢是要改变你住的环境的磁场，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如果你改变你自己环境，你住的地方，例如你的房间还是那么邋遢，还是那么肮脏，还是没有去这个卫生管理的话，我告诉你，你的时间就会拉长了，比较久，你的这个疗愈会比较久。如果你住家的环境呢非常的干净，非常的舒适，讲得非常的这个整齐整洁，非常的卫生的话，再用上水香或者香粉的这个香疗的方法的话，告诉大家，你的效果绝对觉得的非常非常的快，这个是绝对的事情。所以呢，只要大家要改变命运，只要记住这一点，改变命运从哪里改，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波，第二个是能量场。那么呢，这个波跟能量场呢，从如何着手？第一个呢，在自己的身上着手；第二个呢，在你住的环境的周围去着手的话，就非常的快，效果非常的显著。那么我们就继续看这个 PPT。 那么这个波跟能量场会影响什么？会影响我们的想法，会影响我们的态度，会影响我们的做法。然后呢，我们的想法、态度跟做法就会影响，就注定什么呢？就注定我们的命运了。所以呢，老师看人呢一向来就看得蛮准的。为什么呢？老师也是教大家如何看这个人在这一世能不能成功。老师也教大家看你的周围的人，你的朋友，你的孩子会不会成功，只要看三件事。第一个，你要看他的想法是什么。第二个呢，你要看他的态度是什么。第三个呢，你要看他的做法是如何去行。如果有想法没态度没做法的话，等于零，这个人能不能成功绝对是不会成功的。所以什么事情都讲逻辑，什么事情都非常的科学的。所以呢，一个人的磁场就是注定了他的想法，也会影响他的态度，更会影响他做事的方法，间接的就注定我们现在的命运。所以大家说逻不逻辑？超级逻辑的。所以呢，一样的，我们的想法同时我们的态度跟做法同时也会影响我们的波跟能量场，然后会怎么样呢？也是注定我们的命运了。所以呢，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自己，我们现在的生活开不开心？我们现在的生活是我们要的还是我们不要的？那么如果是我们要的话，现在的生活是属于我们很开心的生活的话，那么老师就非常的恭喜你。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法、你的态度跟你做法是一致的。如果你觉得你现在的生活很不开心，家里的人也不开心，做工也不开心，为什么呢？是因为你的想法、你的态度跟你的做事方法是没有连接、没有连贯性的，所以变成怎么样，就会有很大的落差，就有很大的落差。所以大家要记住这一点。那么接下来呢，大家看这个 PPT， 这个 PPT 呢是科学家用仪器来怎么样呢？测量我们人生的磁场到底多高也有多低。那么大家从最高的看，那么这个是英语，最高的 enlightenment 是叫做证悟、开悟的意思，它的能量场是700以上的。那么我们看到最低的20分，最低的20分呢，
英语呢叫做 shame， 就是羞耻，就对自己非常的羞耻，非常的廉耻。有这个感觉的话，你马上从700的能量场降低到20的能量场。那么30的能量场是代表什么呢？30的能量场是代表你有愧疚感，愧疚感就是 guilt， 愧疚感。那么呢，我们就讲75吧，75讲 grief， 75呢就是非常的悲哀。如果你人生是非常的悲哀的话，你的磁场很奇怪，它的波就是75分，是不及格的。如果你每天活着非常的恐惧的话，哎呀，我很怕我的未来不好，我很怕这个钱赚的不够，我很怕这个，你只要怕，你的能量场马上降到100，这个也是不及格的分数。那么我们就讲生气吧，生气的话你的能量场是150，非常的严重，也是不及格的。所以很多人用香方，很多人要调磁场，我告诉老师，告诉大家，你用香方来调你的磁场，如果你突然间生气，例如说你现在是处于540分，代表 joy， joy 是代表开心。如果你现在是处于540分，你一生气的话，你就把自己的540分降低到150分，不及格的区域里面。哦，非常非常的严重。所以记得记得，任何人惹你生气的话，你千万不要气，当然是很不开心，很不痛快，不过不要发脾气，你就走掉，你就静静，你不要管，你就训练一下想别的东西。因为我们绝对不能从开心的540的这个波掉到生气的150的波，记得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的。例如说你的波现在是非常的平衡，是600分，好，你看600 P 是代表非常的平和，非常的非常的祥和啊，540突然之间人家讲你的坏话，人家怎么样怎么样，那么你开始怕，你就马上从600分降低到害怕的分数，就是100分，马上扣了500分。大家觉得值不值得？非常的不值得的。所以每次人家讲嘛，人家气我我不气，气出病来谁人替，所以呢还是不要生气，所以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所以记得等到我们处于非常的平静，非常的开心，非常的这个接受自己，哦，非常的满足的话，我们的频率是高的。如果有愧疚感，有这个自卑感，有这个恐惧感，对自己没有信心的话，我们的这个波那是往下降，降得很可怕，100分、50分、70分、30分，非常非常的可怕。所以从这一点呢，我们要知道，从这一点是科学家所给我们的探测我们的这个能量场，所以这个是我们是不应该拥有的，这个心态会影响我们的身上的波。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呢？从不开心我们要到开心，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会提上自己身上的波了。所以呢，这个波，这个能量场呢，一定要提升，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也讲叫正能量，你想好说好做好的话，你的能量场往上提升的话，你绝对你的命运绝对会好，哦，绝对会好的。那么这个老师待会会分析给大家了，大家要洗耳恭听了。那么再来我们再看下一个 PPT， 我们的想法态度跟做法分两大类，一个是负能量，一个是负能量有负的命运，正能量有正的命运了。那么什么叫做负能量负的命运？负等于是减 minus 就是减掉。那么负能量会减掉你的什么呢？减掉你的幸福，减掉你的财富，减掉你的健康，减掉你的希望，你的人生只有这样的愁眉不展，这个叫做负能量。所以老师以这个数学跟大家分析负能量的可怕，负能量就有负的命运，就等于减法，减法就是 minus， 你的幸福，你的财富，你的健康，你的希望全部给你减到零蛋，而且不只是零蛋，还有倒贴，这个叫做负。那么正能量是什么呢？你的想法，你的态度，你的做法是给你加分的。所以你只要正能量的话，它会给你加分，加你的幸福，增加你的财富，增加你的健康，跟增加你的希望。所以呢，你就会非常的幸福满满，满脸笑容了。
所以这一点呢，老师就用数学跟大家讲，就比较直观给大家看，什么叫负能量。每个人知道负能量是 negative， 负能量另外一个意思呢，是从你的生命当中减掉，就是减法，很可怕的，减掉你的健康，减掉幸福，减掉你的笑容，减掉你的财富。那么呢，正能量是什么意思？正能量另外一个语言来讲是给你加分，正能量是给你加分，会加你的什么呢？加你的幸福、你的财富、你的健康跟你的希望。所以做一个人，记得我们的脑人大多数95%的思想都是负能量的，都是在减减减减减。所以这个社会上幸福的人多不多？很少。有钱的人多不多？很少。高材生多不多？很少。世界上好的东西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为什么呢？因为大多数的人都属于负能量的状态。负能量状态是什么呢？自己的生命当中呢，给自己一直在减，一直在减，叫做减法。那么世界上很开心的人、很平静的人、很富有的人、高材生，觉得很幸福的、很感恩的人呢，这一组人是比较少。为什么呢？因为人类本身因为种种的经验把一个人变成负的。所以我老是觉得不要气馁，也不要放弃人生，人生是非常的美好。所以我们一定要训练我们的脑袋，我们这个脑筋一定要有正能量。为什么呢？正能量就等于加法。那么这个加法是加我们的幸福、开心、健康，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记得啊，如果我们只要想一些不好的呢，我们马上要调整正的。为什么呢？越想越不好就越来越减了，所以越想越好呢是越来越加。所以要靠我们自己了，你要为你自己的幸福加分呢，还是为自己的幸福减？这个是靠大家要选哪一条路了。所以呢，我们就讲了想法、态度以及做法。例如说，想法我要有钱，这个是减法还是加法？这个肯定是加法，所以加一分。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呢？我要有钱，可是我懒惰，我不积极，我没想法，这个就叫做负能量，它就给你减一分。那么做法呢？我没行动，我要有钱，可是我又懒惰，我不想做工，又是一个减法，是负能量。那么等于是什么的命运呢？你的命运就变成不成的命运。为什么呢？总的分数你是减了一分，这个呢就叫做负能量的命运了，很逻辑，很科学。我们再举一个例子。那么我们的想法，例如说我们要创造正能量，好，我们的态度是加一分。那么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呢？我们的态度是积极改变我们的命运，又是再加一分。然后我们的做法是什么呢？我们的做法是努力精进、不懈、不懒惰，又再加一分。那么我们的命运是什么呢？正成的命运了，这不是败的命运哦，这是成的命运。为什么？因为一分加一分再加一分，单单一个念头配合我们的态度、配合我们的做法，就为我们的生活加了三分。你说成不成？绝对成功的。例如说我们要创造正能量，所以第一个呢，我们要正能量，那么积极的去改变自己的性格、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做法，那么努力精进不懈，而且有胆识，我们一定是会成功的。所以记住这一点。所以我们香方本身，我们的香料，不管是香粉还是水香，就是香水，这些香古人5000年的武汉文化就知道，人本身是很难从负变成正，所以要借用一些的物体、媒体跟载体来帮我们提升我们的正能量。世界上最快帮忙我们提升正能量的就一个字，这个字呢叫做香了。唯有香气代表波的本身的频率，所以很多人就喜欢香的味道，不喜欢臭的味道。一有臭的味道就告诉我们那个臭的东西是代表危险，是代表有细菌的。所以呢，每个人都很喜欢香的。为什么呢？因为香本身、臭本身、味道本身就代表波的频率了。所以我们就用香方来改变我们的磁场，提升我们的能量场，就间接的会改变我们的命运，非常的科学，没有迷信的这个。所以呢，我们继续看这个 PPT 了。负能量跟正能量都有怎么样可怕的效果？都有雪球般的效应，都有雪球般的效应。负磁场越快解决越好，越拖越慢越难解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都知道的，一个小的雪球从山上慢慢滚，滚到这个山下，这个雪球是越滚越大，越滚越大。这个也代表什么呢？如果我们处于正能量，
我们每一天只要用功，用一些这个力量来把自己的思维调在正能量，一天一天一天的累积，我们的这个雪球，正能量的雪球就越滚越大，越滚越大，越滚越大，滚到非常大的时候呢，我们就有这个正量，就每一时刻我们就处于正能量的状态，这个呢就会改变我们的命运。那么你看一些负能量的人，由于忧郁症，记得忧郁症不能超过三年跟五年，如果忧郁症超过五年的话，真的是非常难治的。为什么？因为他的负能量一天一天负，一天一天加，他的负能量加到像山下的水雪球那么大的时候，你要把它给改变回来的话，非常非常的吃力，非常的吃力。所以老师每次讲，如果你真的很想改变命运，你尽快要改变，要不留痕迹的改变，要不留空间的去为自己去进步，去创造你的未来，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你越拖越迟的话，就越来越难，真的。尤其是神经精神分裂症的人，超过五年，不要讲超过五年了，单单讲超过三年的话，就已经是很困难，很困难去帮他们帮忙这一组人了。所以记得，如果你觉得不太对劲的话，尽早去解决，非常的这个重要的。好，那么呢，所以这个讲什么呢？这句话又这个讲了有钱的人更有钱。为什么有钱的人更有钱呢？因为是保持正能量。穷的人越来越穷，为什么呢？因为他负能量还在加深，没有把自己的负能量变成正能量。所以呢，这一点呢，古人讲的非常对的，现在的社会也讲非常对的，有钱的人更加的有钱，穷的人更加的穷，是为什么？因为有钱人他有了那个雪球般的大，已经滚滚滚滚滚滚得非常大的雪球，他非常有自信，非常有胆识，非常有的这个正气，非常有的这个保持的正能量，所以越来越有钱。那么穷苦的人呢，越来越富，越来越富，我有没有信心啊？什么都不可以，什么都不可能，也不去找工作，也不积极的话，就惨了，这个人就完蛋了。所以老师告诉大家，一定是有方法解决的，真的。那么呢，我们继续，老师讲有一点稍一点快，因为老师怕讲不完啊，哈，老师怕讲不完，稍一点有点快。那么创造正能量啊，这个月呢，有学员说，老师这个月呢哪一天是吉祥的天，让我们能够改变命运的。那么这个月呢，老师给大家看，这个月呢是在6月21号跟6月28号。如果你想心想事成，你想排除负能量得到吉祥的话，你想增加你的正能量，财富长寿成功跟功名的话，你就在6月21或者6月28做以下的事情。第一个方法呢，你自身可以用水香或者香粉涂八处。如果你上个月有看老师的节目的话，你就知道涂哪个八个地方，但或老师也会重复一下，你就用水香跟香粉涂八个地方。然后呢，你可以在6月21或者6月28的话，你可以搓金刚香粉，或者搓任何七轮香粉，搓香球。记得在6月21或28的话，你就用自己的生日的水香喷在你的心轮，然后呢，左肩、头顶、右肩喷你要的这个目标，你就用不同的方法香方喷完之后呢，两个耳朵耳垂的后面呢也放香粉，那么腋下 armpit 也放香粉，这个叫做人生的八卦图，也就是八处最重要的地方，来提升我们的能量场跟我们的波哦。这个八个地方是非常的重要。那么这个八个地方喷了四个地方的水香，跟用了四个地方的香粉，然后呢，你就如果你要排除负能量的话，你就用金刚王的粉放在一个碗，倒一点水，双手把它搓成一粒球。那么你搓成这粒球呢，最少要搓30分钟到一个钟头。你搓的时候就观想你身上所有的负能量传到这个球里面。如果大家还不晓得怎么搓香球的话，大家可以看老师的视频我们的 The Shambhala Kodo Singapore 的 YouTube， 老师有教大家如何搓这个香球。那么今天老师不要再讲这个，因为太花时间，所以大家回看老师的 video 可以看到如何搓这个香球。如果你要搓掉负能量，你就搓金刚王的
这个香球。如果你要搓掉你的这个没有自信心、很自卑的，你就要搓一号海底轮的香球，海底轮的香球。所以你看你要啊，怎么样的身上有怎么样的负能量，你要搓什么，你就用不同的香粉。如果大家不懂用香粉如何排出负能量的话，可以打电话到我们的香道馆，或亲自来香道馆，我们的啊客户群啊老师本身呢都会指导你怎么去做。记得是6月21号或者是28号。那么大家继续看，那么呢，记得在6月21或者6月28，在你的床或你的门可以喷水香，啊，有经验的学员们你就知道了。如果你要财富的话，在你的床上喷4、5、7的水香；如果你要爱人、亲人啊，这个贵人的话，你就喷这个3、5、4；如果你要力量的话，你就喷6、2、3；如果你要开运的话，喷2、4、6；如果你要吉祥的1、7、5。这个呢，如果你没有这个香方的话，你可以用我们的客户群，客户群呢会给你这个香方。那么这个水香呢？就喷在你的床或喷在你的大门，6月21或6月28，非常非常好的这个磁场，所以大家记得这么做了。那么再来呢，大家懂有这个花水炉，大家啊，上回2个礼拜前老师都讲了，大家的家或者房间可以安这个花水炉，按照这个香方去插香做这个花水炉，在6月21或者是28号。那么老师重复一点点，例如说你要第一个是开运，如果你要开运的话，你要插3支香，用什么香呢？金刚王、爱染或是慈航香。如果另外一套是7轮香，你可以插脐轮、腹轮跟海底轮的香方，插在你的花水炉，在6月21或者28号，必须要更重视这么做。当然我们每天都这么做，不过最重视的呢，是6月21或者28号你要这么做了。那么再来呢，21、28号你也可以洗地。洗地用金刚王香粉，放一些少许的盐，放少许的精油去洗地。所以记得我们在6月21跟28号要做怎么样的功课，来提升我们的身上的波跟能量场，跟改变我们家的风水。老师再重复一遍，第一个呢，自己的身上要喷水香，用香粉再涂在这个八处。第二个方法呢，就是搓金刚王的香粉。第三个呢，水香可以喷在床或者大门，花水炉要插香用香，再来洗地用金刚王香粉、盐或者是精油。所以大家可以拍下来这个 PPT， 6月21或者28的话，记得这么做，绝对带给大家非常非常正能量，提升大家的波了。好，记得哈这一点。那么从身上的气味改变我们的命运。那么老师再重复一遍，我们的耳垂非常的重要，它是我们 WiFi Bluetooth 的其中2个 Power Spot， 2个能量场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在耳垂后面呢，如果你要开运，你觉得你的运非常的倒霉，我告诉大家了，如果你的命运觉得非常的倒霉的话，做什么事情都不顺的话，第一次你要用的是金刚王香粉。这个粉呢，你一定要涂在你的耳垂后面，最少要涂7天，出门之前，晚上睡觉之前，更用功的话，你一天涂2次，就是中指跟拇指捏那个香粉，然后香粉在中指的时候，你就涂在你这个耳垂，哦，涂几次都没有算了哈，上下按这样子去涂哈。那么再拿这个香粉呢，就放涂在我们的这个腋下这个4个地方，最少要连续不要断，要做7天。第一个礼拜要用金刚王香，是排掉负能量。那么今天我们讲的主题呢是开运，所以开运你要开你的运的话，你要怎么用？用什么香粉？用的香粉是慈航，哦，慈航的香粉，英语叫做 happiness。慈航的香粉也是这样子捏，中指、拇指捏这个香粉，涂在我们的耳垂后头的这个部位，然后呢，再来涂在我们的这个腋下。这样子呢，早晚涂的话，我们就可以提升我们的波跟能量场了。这个是很古人的秘密不讲的。那么今天老师觉得，因为是疫情，每个人很多人都过得比较辛苦一些些，不要放弃，你只要这么做啊，老师尽量帮啊，老师尽量帮的话，这样子的话，你会提升你的能量场跟你的波，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改变命运了。哦，记得这一点。
香粉应该要涂哪里？重复一遍，耳垂后还有腋下之处，这个四个地方。好，所以记得了哈。那么我们就继续讲，那就是耳垂跟腋下这边，这样子的话呢，你就非常的 OK。然后呢，在你的心轮，你可以喷上你的生日水香了。好，那么我们讲中医吧。中医的这个穴位这边叫做，老师每次讲的，大家还记得什么名字吗？这个两，我们两个这个怎么讲啊 ？Chest area 的中间这边呢，叫做膻中穴。膻中穴这个穴位是超级无敌重要的。为什么？如果有负能量的话，第一个地方它直接攻我们的心。所以我们讲，我们很有些人讲，哎呀，他讲我的坏话，我很伤心啊。他讲很不体面的话，我也很伤心啊。他对我不好，我也很伤心。为什么？第一个呢，人家讲的言语的会影响你，是因为你这里非常的弱，叫做膻中穴。万般邪气从膻中而入，所以呢，这个膻中穴呢，我们一定要保护的非常非常的好。那么古人五千年的文化是怎么样？我们有一个金刚罩保护我们的心，没有那么容易被受伤。我们是一个金刚不坏之体，也是金刚不坏之心，就是要用到你的生日的水香。古人很厉害的，香，现在的人的用语叫做香水。那么今天的香水呢，在一般的市场上全部都是化学的，所以我们从小到大用的香水根本什么作用都没有，它也没有会跟你讲作用，只是一个芳香而已。可是古人从印度传到埃及五千年的文化，所有的水香叫做香水，香水叫做水香，所有的水香是按照全部全天然的草本去做的，树的叶子、树的根、树的果、树的这个木拿来做这个水香，所以这个水香是100%纯天然才有它的作用，有的效果。所以古人传到这个秘籍，水香一般来讲煮的水香是分七大类，就是从星期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天的水香。为什么古人会用七天的水香呢？是因为我们的生日要找出我们生在星期几。所以现在大家知道了，就问 When is your birthday? 每个人说，哎，你生日是几时啊？ When is your birthday? 古人的意思是说，你当天出生是生在星期几。好，那么呢，今天应该也有新的观众不晓得，那么老师就要解释一下，你就按照你的年月日英文的年月日去找出，从你电脑可以打出来你是星期几出生的。例如说你是星期一出生的话，你就要用星期一的水香，就是这个 shimon。 这个 shimon 的意思呢，就代表星期一的水香。那么这个水香怎么用？听清楚了，这个水香只要喷一次就够，因为它很浓缩，叫做 eau de parfum。 eau de parfum 呢，就是非常高度的这个这个香精的浓量，这个叫，所以叫做 parfum。 那么一般的香水叫做 eau de toilette。 eau de toilette 的话就是非常的细很微的。那么这个呢，是味道可以耐10个钟头，最少到隔天，所以它的浓度非常的高。所以这个生日水香，例如你是星期一，你就用 shimon， 你就喷在你的心轮。那么喷在你的心轮的时候，你要顺转九回，转圈圈，顺转九回，然后怎么样？你就要观想了，观想你这个心轮有一个太阳出来。这样子的话，你出门的话，你就非常的安全了，万般邪气绝对不会降临在你的身上。这个是古人最厉害的一个方法。那么，如果你发觉你家里的人很负能量，或者有人有忧郁症，你马上要想到他本身是星期几出生的。如果他是星期四出生的，老师是星期四出生的，所以星期四出生的呢，老师的根本水香就是 Guruva， 这个星期四。所以呢，每天早上你就用星期四的水香喷在你的心轮，顺转九回，闻它的味道，观想一个太阳出来。这样子的话，你就万无一失了，这个百无禁忌。这个就是用水香真正五千年传的被完全遗忘的
方法来保护自己，有一个金刚罩。所以今天如果大家不知道你是几时出生的，你要马上去 find out， 马上去查百度或者 Google 的话，你就知道你是哪一天出生的。那么老师也在加强一下，例如说你是星期一出生的，如果你是星期一出生的话，你吉祥的石头吉祥石就是珍珠，那么你吉祥的颜色就是银色跟白色，如果你是星期一出生的。那么你知道吗，这个文化呢目前呢一直保留非常的好，在什么国家？在日本。在日本呢，它不叫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的，他们是叫做日曜日、月曜日、火曜日、水曜日。例如说星期三我们叫星期三，在日本呢是按照以前唐朝的这个文化，星期三不叫星期三，叫做水曜日，叫做水曜日。曜日就是日，曜日，曜就是曜啊，日就是日啊，水就是水，叫做水曜日。星期二卡曜日就是火曜日，哦，那么就是这样子的。为什么会这样子用呢？是因为呢，日本用的这个文化是唐朝1200年的文化。为什么叫星期日？英语叫做 Sunday， 因为星期日是太阳管的日子，叫做星期日。那么 Monday 是星期一，星期一是哪一个星星所管？星期一是月亮所管，所以呢，星期一就要上班。这个月亮，星期一的人是比较感性的，那么星期一呢是月亮所管的呢，所以叫做什么？星期每个人无精打采的上班，不想上班，因为礼拜天、星期天出大太阳，大家玩到疯了，所以呢，星期一呢就有一个错落的感觉，就说我要上班了，我很不想去上班，就叫做 The Monday's Blue。哦，英语叫做 The Monday's Blue。 为什么 Monday 会 Blue 呢？因为星期一是月亮所管，会影响我们的心情，所以星期一上班是非常的低落的情绪。那么最开心是哪一天呢？星期五。星期五是谁管呢？金星所管，英语叫做 The Venus， Venus Planet， 叫做金星，天上的金星管星期五的。所以星期五金星是代表什么呢？星期五是给我们的磁场是开心、爱情、祥和、幸福的感觉，所以每到星期五的时候呢，全世界的人类就会感觉非常的开心。为什么呢？因为星期六放假，不用做工。你说奇不奇怪啊？整个星期一到礼拜天，我告诉大家都有它的故事。如果大家想听的话，可以告诉老师，老师可能一堂课会教大家，你是生在星期一，你有什么性格？那么你的这个幸运的颜色是什么？那么你的吉祥的石头是什么？啊，类似这个样子，你就可以提升你的能量场跟磁场。这个是其中一个很特别的方法。那么，所以是这样子的话呢，更容易的方法是什么呢？就用你哪一天生日的水箱碰在你的心轮，这样子的话也会提升我们的能量场跟幸福感。这个是绝对绝对的事。那么老师现在告诉大家，这个水箱怎么帮你做你家的风水。例如说像老师是星期四的，所以老师每一天都会用星期四的水箱碰哪里呢？碰老师的心轮。那么老师要增加自己的磁场更强的话呢，老师用自己的水箱碰哪里呢？碰自己房间的房门，也可以碰自己的床，都可以碰。只要你贴身用的所有的用品，你都可以碰你那一天所生日的水箱，因为那个是你的磁场，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以前古人送人家礼物是怎么样吗？你是星期几出生的？那么，例如说那个人说我是星期五出生的，他就知道星期五出生的应该送什么东西给他，这个呢就会很契合他本身的磁场。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例如说你家里的小孩你要读书，他的读书要有你的小孩有自信心的话，你就要 find out， 你就要去查你的小孩本身是星期几出生的。如果你的小孩是星期三出生的话呢，你要他读书的更好，自有自信心，要有动力的话，你就要用 Vita 星期三的水箱碰在他的心轮，碰在他的房门，或者碰他的床，好，碰他的床。那么这样子的话，
他本身的自信心就会出来，他本身的磁场也会出来，非常非常的重要。 记住了哈，老师应该不会讲太快吧。第一个最重要的呢，就是 find out， 你们去 Google 去百度一下，是星期几出生的，你再选你哪一天出生的水箱来碰哪里呢？碰我们的心轮，碰我们的床，碰我们的这个皮包，碰我们的这个包包，都可以。这个是非常管用，真的是你大家用了之后才知道老师讲的这个幸福感是非常的强的哦，可以心想事成的哈。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的棒。所以呢，我们继续看一下，如果要开运的话，也可以再加上用贵妃香。那么我们的贵妃香可以碰哪里呢？可以碰我们的左肩、头顶跟右肩。如果你觉得你非常的不开心，你很忧郁的话，你很忧郁的话，你要怎么做？如果你要开运，你很忧郁的话，你就要碰哪里呢？阿路，你要碰哪里呢？这个碰这个，寻讲话太大声。碰我们的心轮是生日水香，那么例如贵妃香是非常好的，这个香呢可以碰我们的右肩、头顶跟左肩、右肩跟头顶跟右肩这四个地方，你碰的话，你会觉得你的幸福感是非常非常的强，你会觉得非常的开心。如果你觉得很不开心的话，你就用以下的方法：生日水香这三处可以用贵妃香，那么这四处可以涂慈航香粉。这样子一做的话，你就觉得你会很开心，你一觉隔天你起来你会觉得很开心，莫名其妙的开心。很多学员说用了这个水香跟香粉的话，他隔天起来会觉得莫名的开心。我说绝对的。为什么？一个人不可以逼他开心，他是自然开心，我们要开心是自然开心的，不用去逼的。那么为什么这个人处于非常开心的阶段呢？是因为他的磁场是处于大概应该是刚才讲的是600还是700波的那个频率，他就非常的开心。这个是自动的，像你要做一个好人，你不用逼他做一个好人，他自动就是一个好人。为什么是自动呢？因为是他的波本身的这个能量场提高的话，他本身就非常的幸福了。所以如果大家小孩子可以用吗？绝对可以用。那么小孩子读书要怎么用的话，今天老师没有办法讲，你就来向道馆，老师的助理他们都会教你。小孩子要读书要听话，不要时常玩电脑要努力的读书的话，应该用怎么样的水箱，怎么碰这四处呢？我们会教你。在中国可以去找玲玲我们的香道馆，在新加坡可以到我们的 City Hub 老师的这个学员们资深的这个学员们都会教大家如何的取用，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继续看一下，从身上的香气改变命运以外呢，另外呢可以再加多一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老师时常讲的，我们脸上的这个气色超级重要。所以我们气色非常重要呢，大家都知道了，老师重要是要讲三遍，所以老师今天也是重温一下，大家从脸上怎么改变命运，就是从我们的额头，从我们的这个太阳穴跟我们的颧骨去改变这个命运。老师重复一下，就是从我们的这里呢，这里印堂不能黑，印堂一定要亮。我们的这里呢叫做太阳穴，也一定要亮，亮了就有贵人。颧骨是代表赚钱的能力，也要亮。如果你发现你这个五帝个地方暗的话，叫做怎么样呢？叫做衰相，叫做衰相。那么我老师还记得上个礼拜老师的学员带他妹妹，他妹妹是卖服装的，因为现在的那个疫情的 lockdown，所以他们的生意非常的不好，所以他来看老师的话，他的姐姐告诉他，你要相信，你用这个彩妆彩这五个地方。那么呢，他本身就用了这个彩妆了，好奇怪，才用了两三天，他的生意突然间有生意了，不用那么费力，他的衣服也卖了。他说怎么那么奇怪，他以前做的那么糟糕，只要用这个五福临门的彩妆把这个五个地方给弄亮的时候呢，他的生意就很 OK 了。他就觉得超级奇怪，他在我们的朋友圈里面有分享，下一回老师再分享给大家
那么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所以呢，除了八处放粉，四处放水，然后呢，五福临门像又亮的话，我保证大家一定走上非常好的运气，你的命运是会非常从今而起就改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身上有 WiFi 有 Bluetooth 来接受外面的讯息，只要我们这个八处跟脸的五处，这是多少了？9、4、11、12，十三处，有十三处呢，都提升我们的这个能量场的话，我告诉大家，你的命运绝对会变，肯定会变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向道已经是蛮久的一段时间，我们的学员一直介绍很多的新的学员来接触我们的这个水香香粉向道，如何改变自己的磁场。这个也水香香道是一个传统文化，它没有任何宗教的色彩，它也不是个宗教。老师这个香方呢，全部非常的科学化，非常的逻辑化，全部都要讲道理，都要讲逻辑的。所以这个呢，只要把我们的提升了我们能量场的话，就代表什么呢？就代表我们本身的电脑 upgrade 了，代表我们本身有如我们的手机也被 upgrade 了。 upgrade 了什么呢？不是硬体，是 upgrade 我们的软件，我们身上的软件被 upgrade 的时候呢，我们就非常的幸福。所以老师讲了，改变命运难不难？不难，只是说不懂方法去改变。所以老师觉得，老师从日本留学去学，在印度去学，老师很感恩，老师很感恩上天给老师的安排，能够学到这个香道，如何改变我们的磁场跟波跟能量场，从而改变我们的命运。老师回想看，如果老师没有学这个香道，老师没有把这个方法教给大家，我再问大家，你如何着手去改变命运？非常的困难。哦，非常的困难。所以呢，以最快速的方法，非常逻辑的方法，我们的这个香道本身呢，有很多的香素能够让大家成为自己是自己的老师，自己是自己的大师，来帮自己，帮自己的家眷，来改变你本身的磁场以风水以及你的命运，是超级无敌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可以分享我们的 live talk 或者我们所有的 video 给你的亲戚朋友看的话，也是功德一桩。为什么？因为你可以帮助他们改变他们的命运。老师觉得这个是非常正能量的分享，所以记得 like and share，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我们继续讲一下，只要我们身上，你看这个 PPT， 从心、从腋下、从脸上，全部都是用正能量我们的香方去改变的话，全身都有如一个光明体，都在放光。叫这个神仙放光，这样子通通都是在放光，你的命运就开始改变了。你看左肩头顶右肩又在放光的话，你看这个 PPT， 你全身光到怎么样呢？老师还要戴太阳眼镜来看你，因为你光到不行。所以我们叫做亮哥亮女，非常的走运的话，你就非常的幸福哦，非常非常的幸福了。好，那么我们就讲宇宙的真理。宇宙的真理大家可以背这句话， The light attracts the light。华语呢是怎么讲呢？同频道同波道，同频率同磁场，互相相吸了。所以记得命运，其实很多的东西宇宙已经告诉我们怎么改变命运的，只是我们没有那么信心去看到宇宙要跟我们讲如何改变命运。所以有一句英语我老是非常的喜欢， The light attracts the light。华语怎么讲呢？华语就是讲同频道同波道，同频率同磁场，互相相吸。大家同不同意？那么老师举非常逻辑的这个铁证来分享，跟大家分享一下。好，我们就看这个 PPT。 老师讲的 The light attracts the light， 同频道同波道的，同频率的，都是在一起的。学霸在哪里？我问大家，学霸一般都是在哪里的？有没有答案？那么老师给大家答案啦，学霸都是在名校的。所以大家想了，为什么父母还要做义工？为什么全世界哦，不是新加坡，也全世界的父母要孩子读上名校？因为名校就有高材生，你的孩子因为接触的高材生，将也会变成高材生。所以全世界的父母都要孩子读在名校。为什么呢？老师讲过了， The light attracts the light，聪明的人都会在一起的。所以名校是专门培养人才的地方，专门培养学霸的地方。
剑桥大学、Harvard 大学、Oxford 大学这些名校，全部都是出类拔萃的学霸。大家说是不是啊？所以呢，全世界的妈妈爸爸们都要孩子读名校，是为什么？因为像这个一样的都会在一起 ，the light attracts the light， 这个是铁般的事实。这个是第一个证据给大家看了，学霸在哪里？学霸都在名校。第二个例子 ，the lights attract the light， 同频道、同波道的心息息相吸。问大家一个问题了，富豪在哪里？全世界的富豪都在哪里？很简单的答案，都在富豪区，都在富豪区。所以有钱人都在哪里呢？都在富豪区。为什么都在富豪区呢？因为同频道的都会在一起。好，第三个铁证亮给大家看一下，乐观的人会跟谁在一起？都会跟乐观的人在一起。乐观的人从来不喜欢跟负能量的人在一起的，我告诉大家是真的。为什么负能量在一起呢？全部是东家长西家短，聊来聊去是聊大家的苦哦，这个很可怕的事情的。所以呢这个乐观的人都会跟乐观的人在一起。再来呢，另外一个很厉害的，喜好者同聚。喜好者同聚的意思呢，同样有兴趣的人都会聚在一起。例如说喜欢骑摩托车的就组一个团，大家骑摩托车。那么呢，喜欢跑车的大家组一个团，大家驾跑车。那么喜欢禅定的呢，大家又聚在一起禅定。喜欢打瑜伽的呢，大家集在一起打瑜伽。这个叫喜好者同聚。所以呢，这个也是这个喜好的同聚呢，也就是讲息息相吸，同样的频率的人都会在一起。那么还有一个铁般的证事实，老师忘记放这个 PPT， 不过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物以类聚。对对对，这个 Quack Lee Kun 讲物以类聚，这也是对的。所以呢，在美国有一个很厉害的一个 statistics， 就是应该叫什么新创家还是怎么样的，你要知道你有没有钱，你要知道你自己的赚钱能力强不强，老师给你这个答案，你就可以知道了。你选五个朋友，能够谈天的朋友，选五个最亲的朋友，选五个，就是总额就是选五个你最亲的朋友，你就写他的名字下来，然后呢，你就问他们你每个月赚多少钱，你把这五个人的收入平衡 divide by five 除以五。那么呢，你的薪水就是那一个，哦，你的薪水就是那一个，这个是蛮准的，这个是蛮准的。你可以选五个朋友到十个朋友，你最亲的朋友，你就列下来他们每个月的收入是多少，再除以十。如果十个朋友除以十，如果是五个朋友，你就除以五。除了之后的那一个答案就是你拿的收入了。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叫息息相吸。所以老师讲过一句话，百万富翁的人的圈子都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的圈子都是千万富翁，亿万富豪的圈子都是亿万富豪的。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是因为同样的频率的人都会在一起。 Birds with the same feathers flock together， 华语有一点难翻译，就是怎么讲啊 ？Birds with the same feather flock together， 就是小鸟共同的羽毛在一起飞。这个是很奇怪的话语，这个话语是很烂的了。就是同翼者同飞了，同翼者同飞，一样的羽毛的在一起，就是同翼者同飞吧。这个老师话语还是不错的哈。所以呢，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如果你要脱贫，你要从苦脱到好的话，第一个，你要看你的周围，你是跟谁在一起。如果你跟负能量在一起的，每天东家长西家短，每天讲人家的废话，每天讲人家的闲话的话，不精进不努力工作的话，我告诉你，你就在那边了。如果你跟你的朋友们不讲人家坏话，只自求自己能够进步有多少，每天就是非常努力为自己去进步的话，我告诉你，你绝对会成功的。
这个是铁般的事实来的，真的。所以每次我们就觉得，我们每次有结婚的人每次骂那些孩子，你不读书啊，你没玩电脑游戏的话，你怎么能够成才？哦，其实我们要看我们自己了，自己的工作有没有努力去做，自己有没有上进心呢，也要问回我们自己了哈。所以这个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哦，非常的重要。所以呢，这一点呢，老师也讲了，人生如果你很四大倒霉相的话，是怎么意思呢？你全身是乌漆抹黑的，印堂又发黑，头顶又乌云盖顶的话，身上全部都是乌漆抹黑的，心息相吸。老师刚才讲了，你就会吸引什么来？倒霉的能量来你身边，负能量你的身边，贫穷的能量到你的身边，病魔到你的身边，然后呢，苦命也到你的身边，无知也到你身边，这个叫做息息相吸。所以刚才老师 举的铁证就是如此，就是按照个人的频率就会招惹什么东西到我们身边来。如果你本身是非常正的能量的话，你所发射的波跟能量场，我们的 Bluetooth， 我们的 WiFi都是发出正能量场的话，我们会吸什么到我们身边来呢？我们吸我们的喜事，天天接受到喜事，天天都是财过着财富的生活，天天贵人相助，天天福星高照，天天吉祥，天天好命。问大家，我们要哪一种命运呢？肯定要这个命运了。所以老师都讲了，刚才讲了那么多是为什么？给大家证明，人本身真的有磁波，真的有那个这个波的，有那个能量场的，能量场的频率高的时候，我们吸来的东西就是喜事，都是财富，都是贵人，都是福星来的。如果我们能量场一降下来的时候，糟了，吸引来的都是倒霉事。所以呢，我们永远要告诉我们自己，要活得非常开阔，要非常的幸福的话，我们要把能量场给提升起来。唯有提升起来呢，你才找到你本身的幸福感。人生很简单的，没那么复杂的。所以老师很感恩老师的师父教给老师那么逻辑人生的科学，帮助自己也帮助他人。老师觉得这个是超级正能量，超级应该是怎么讲啊，应该是超级这个使命吧。老师就是把这么宝贵的这个文化，香的文化呢教给大家。所以大家要改变自己的能量场，很简单的，就是怎么样子呢？就叫提升能量场。如何提升能量场呢？就是其中一个方法，其中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的香道，耳朵腋下涂香粉，四肢处涂水香，然后脸上一定要光亮，就 OK 了。这样子就非常非常的 OK。 那么如果大家还没有知道自己的能量场是多高，或者是七轮到底平不平衡，欢迎大家到我们的中国的香道馆，以及到新加坡的香道馆，我们会给大家免费的扫描，你就会知道你本身是处于哪一个能量场。哦，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那么我们就继续来看一下。哎呦，糟了，大家已经是九点了，哎。已经九点了，老师还没一半都还没讲完，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老师已经尽量的很快的讲了，大家还要听吗？如果还有听，老师就加长一些些哈，加长一些些啊，谢谢大家宝贵的时间啊，继续听一下了哈。那么，哦，有人讲找老师做朋友啊，可以可以，老师欢迎。每天来向道馆的找老师啊。 OK， 老师现在讲五千年的秘密了啊，五千年的秘密，如何不让哦，不好意思，这个错别字，如何不让负能量攻击我们的磁场。哦，刚才老师也讲了如何不让负能量攻击我们的磁场。大家看这个埃及的图片，你看这个埃及图片，你说埃及喜欢什么动物吗？埃及喜欢狗还是猫？埃及古时候是很喜欢猫的，所以它本身的神像都以猫啊、豹啊、狮子为主。所以呢，这个照片是以这个豹，这个以这个豹为主。那么呢，大家看这个图案，就是图案。哦，有学员讲 ，Nico 讲老师讲两个小时，哎呦，不行的，太久了，大家会睡觉吧？OK， 开玩笑，开玩笑。那么大家看这个PPT， 你们看到这个图案的秘密在哪里？谁知道啊？
你们看这个图案，它隐藏的秘密在哪里？脸书懂吗？好，那么老师就解开这个哦，第一个哦，厉害厉害。第一个呢就是心，刚才老师讲了，用水香喷在最重要的地方是哪里？是喷在我们的心轮。为什么？因为心可以防止我们，怎么样，不让阴气入体，所以这个心轮呢就有一个太阳出来。刚才老师有没有讲？看老师，你要找出你哪一天生日，或者你要特别老师帮你陪这个特制的水箱，老师都会帮你做特制的水箱。那么不管你用你的这个哦 Vivian 讲哈也是很厉害，那么不管你是用老师帮你做的特别的水箱，或者你用你的出生的那个日子涂你的心轮，你一定要观想。老师刚才不是讲了，闻那个味道，观想有一个太阳出来。那么这个太阳出来就是这个样子，给大家看一下。第一次公布给大家，你就观想你的这个心轮膻中穴有一个太阳从心这样子出来呢，你就可以保住你的心轮。一切的人讲你的坏话，一切的事物对你不利的话，不会被影响，你还是怎么样呢？老行仔仔呀，老神仔仔呀，哈，老行仔仔非常的有正量。第二个秘密点在哪里呢？这条蛇，这个蛇是代表什么呢？这个蛇是代表我们的这边的天星，印堂这边，所以印堂要亮，不能暗。所以第二个秘密点在我们人上的 WiFi， 这个呢一定要亮。所以呢，我们的彩妆在这边涂，印堂要发亮，不能黑。所以第二个秘密点是在这边。好，第三个秘密点在哪里呢？对了，就在我们的头顶这个金轮，头顶这个金轮。所以老师上回都讲了，头顶很重要。所以呢，我们的古文化的语言大家要细心的听，华语非常的厉害，五千年的大文化，所以这个华语跟这个梵文都非常的厉害的。所以华语句叫什么？福星高照。福星高照是指我们的头顶这边，叫做福星高照，不可以怎么样乌云盖天，不可以有黑云盖天。所以这里呢是非常的亮，像刚才的埃及的那个照片那个图案，这里一定要亮。第二个华语的用词也用得非常的好，要怎么样呢？明堂要亮，这个印堂要亮，不是明堂，印堂要亮，也是一个华语的字。那么再来讲呢，第三个华语的名词怎么用呢？五福要临门，这边要亮，这边亮，一二三四五，这个呢叫做五福临门之相。所以你看华语这么厉害哦，非常的厉害。那么这个心轮呢一定要保护好，因为这个是膻中穴，万灵之首。我们的手，我们万灵的手，我们的开心不开心全部在哪里呢？全部在我们的心轮，叫做万灵之首。所以呢，万灵之首我们就一定要保护好哦。这个呢就是我们神圣的庙宇，我们人生就是神圣的庙宇，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的心轮这边。所以这个呢一定要保护好哦。所以大家懂了，人生有几个秘密点你一定要保护好的，这样你就会非常的幸福，非常的开心。我们继续看其他的埃及的照片。你看这个埃及的照片哦，你看这个埃及照片，它的头顶呢都喜欢画这个圆圆大大的，这个代表什么呢？我们做人的磁场，这个顶轮非常的重要，就要福星高照了。那么有些学员问，那么老师，我要特别要注重这福星高照，要用什么水箱？就要用星期五的水箱，叫做 Lakshmi。 记得星期五是管头顶的，这里福星高照是星期五所管。所以呢，星期五所管的金星的话，你要用 Lakshmi 的这个水箱。这个呢，你打开这个盖子往下喷的时候呢，你就闻它的味道，闻它味道之后，这里呢就出现一个大太阳，有如这个埃及的照片。你这里喷的时候呢，出现一个大太阳这样子，你就福星高照，很简单的做法，只是没有人讲。所以有一句话讲嘛，江湖一点绝，不讲想三年，讲破不值钱。所以呢，这个口头语呢永远在江湖上。
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的东西，讲破就不值钱，不讲你要想半次都想不到。所以呢，记得星期五，为什么？刚才老师不是讲吗？星期五是全世界的大多数人都感觉非常的开心。为什么星期五不用做工？那么真正的含义是因为星期五是金星所管，金星是给大家开心的。所以呢，星期五在我们的身上的七轮，星期五是管我们的头顶上方。所以头顶上方呢，你要很开心，每天开心的话， Lakshmi 就是星期五的水枪碰这边。那么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碰这里要转九回，要转九回，闻它的味道，观想一个太阳出来。如果你觉得你的老婆、你的先生有忧郁症的，或者孩子已经有忧郁症的，你怎么做？第一个，老师重复，你一定要知道他的 birthday 是几时，他是出生在星期几，你就用他星期几的水象碰在心轮，转九回。再来，一定要用星期五的水象叫 Lakshmi， 不是说星期五才碰，每天都碰啊，只是说他的名字是星期五，就碰在你的头顶，转九圈。转九圈，如果他很忧郁，他没办法观想一个太阳的话呢，你就帮他观想，他这里呢有一个冥想或者冥想，这里呢有一个大太阳出来，这个呢就有如刚才老师所给大家看的埃及的图片，这里呢叫做福星高照，就不会怎么样，就不会乌云盖天了。很奇怪的一件事，那么跟大家分享，我们的顶轮的这里，这个叫顶轮，叫做 Crown Chakra， 梵语叫 Sahasrara Chakra， 叫梵语 Sahasrara。顶轮 Crown Chakra， 这个轮是专门管我们开不开心，超级无敌开心，超级幸福感，就是这个轮，这个轮是管我们的幸福感的。如果你觉得你幸福感非常的低，你非常的不开心，运也开不了，非常的郁闷的话，记得两处很重要，两个地方很重要，一个是心轮，一个就是我们的头顶。这两个轮你只要照顾好的话，你就正能量就很快会产生出来，这个也叫做开运。开运的意思的就是叫你开心的时候，你越开心你的运气就越好，你越不开心你的运气就越衰，所以叫做开运，叫做开心，就是把你的心情给开起来，开朗起来。那么身上两个秘密点让你能够开运开朗是哪两个秘密点？第一个就是心，第二个就是顶。你只要知道这一点的话，你就可以成为大师了。所以不开心，来，我来搞顶，碰心碰头顶就可以了。心是自己的生日的水箱，头顶叫星期五的水箱，记得了哈。好，那我们继续看这个 PPT。 从身上的香气改变命运有一个方法，水箱四大秘密点，讲了这个就可以下课了。心轮刚才老师讲了是碰自己生日的水箱，然后呢左肩碰二号的水箱，头顶碰四号的水箱，右肩碰六号的水箱，这个是秘方来的，这个是秘方来的。如果你觉得你要更加的开心，除了这两个点，这两个点以外，如果碰两个点的话，这个碰生日的水箱，这个就碰星期五的水箱了。如果是两点，如果你要碰四点的话，就依照这个 PPT 去做。心轮是你的生日水箱，你的左肩、哦、要写下来，你的左肩是碰二号星期二的水箱，头顶是碰四号星期四的水箱，右肩是碰六号星期六的水箱。所以生日二四六，你只要知道二四六就可以了，二号、四号、六号，你就碰，几时碰？早上的时候碰。好，另外讲一个秘密了，最佳的方法，每天早上，你起床吃了早餐或者怎么样，你一定要去洗澡，一定要去洗澡，你的运才会开。如果你起来换了衣服去上班的话，跟你讲的运也是没那么好的，你一定要去洗澡。下一回老师再跟你讲逻辑，为什么要洗澡？应该老师应该有讲过。那么你碰生日二四六，碰啊洗好澡，抹干身子，你就碰生日水箱二号、四号跟六号。然后呢，你闻四个味道，身上有四个味道，你就闻那个味道，你就要观想了。要观想什么呢？观想这里有太阳出来，这里有太阳出来，这里有太阳出来，这里有太阳出来。你身上有四个太阳，
这个福星高照，光芒四射，你就把自己的能量场就提升了。那么我们再看这个 PPT 了。古人，你看，左肩有一把火明灯，头顶一把火明灯，右肩一把火又是明灯，这个就是秘密了。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以前很小的时候，我们的公公婆婆会讲一句话：往上的时候有人叫你的名字，你绝对不可以转头看。为什么？你这把火会灭。或者说你赌博的时候呢，或者是投资的时候，绝对不能让人家搭你的肩膀。为什么会把你的火给灭掉？古人都知道这边有两把火，可是他讲不出他的科学理由。他的科学的名词叫做轮。我们身上有七轮，右肩跟左肩又有两个轮，这个叫做第八个轮跟第九个轮。所以呢，我们的基督教不是有一个 cross 吗？这个就是一个整个 cross， 就告诉我们身上有九个轮，除了直线下来的七轮，左肩跟右肩各有一轮，总而来讲呢，就是有九个轮。你看，不同的文化都有共同的智慧，不同的文化都有共同的智慧。所以呢，在佛教界里面，在这个基督教界里面，就有一个 cross， 就代表有九个轮。在佛教界里面呢的画像呢，也显示左肩跟右肩和头顶都非常的重要，可是没有人知道。老师就把这个图案亮给大家看，几千年了，可是大家都看不到，也看不清。老师就把这个图案给亮给大家看。好，这个图案是什么呢？就是一尊菩萨。你可以看到这一尊的菩萨的名叫地藏王菩萨。如果有学佛的你就知道，你看他的左肩上方有没有一把火，他的头顶是不是有一把火，他的右肩是不是有一把火。那么老师知道这个秘密已经知道很久，可是老师都没有讲出来。那么老师今天首次公布给大家听，这尊菩萨的左肩、头顶、右肩有三把火，就告诉我们跟基督教的那个十字架是一模一样，人生有九个轮。所以你喷那个水香，你喷二号在左肩，头顶喷四号，六号喷右肩，就有如这个画像点亮我们的九个轮了。有九个轮了。所以大家知道啦，在佛教的画像，你看地藏菩萨一个圆圈光环，有火有火有火，或者他们画一个一个宝珠，还是一个吉祥果，这个代表什么？代表我们的左肩一个轮，头顶的轮跟右肩的轮是超级无敌重要的。超级无敌重要的。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秘密了，今天就知道，以后大家看画就知道画中有带秘密的，所有的画像都有秘密的，只是没有人解开而已。所以今天老师解开给大家看。第一个，老师重复今天讲的都是讲开运，就是给那些大家更幸福更开心，能量场把它拉上去，所以大家的命运就会好，会改变命运。怎么样？第一个就是心，找出自己的生日的水箱，喷你的心。再来呢，左肩喷二号，头顶喷四号，右肩喷六号，观闻它的味道，观想四个太阳，福星高照，旺藏光芒，光芒四射，你的能量场就自动，不用勉强，自动的提升。你就非常的开心，你就非常的幸福，你就很感恩，活着一天感恩一天。你看这个生活好不好？超级无敌好的。那么再加上用慈航香粉涂耳垂的后面跟涂腋下。那么告诉大家，这个月还没过，还在六月，所以呢，六月我们有 Great Singapore Sales， 就是新加坡大促销，所有的香粉打折八折 20% discount。 那么水箱呢是 10% discount， 买 one set 也是 10% discount， 超级的值得的。所以大家把握这个机会，能够好好的去改变自己的磁场，提高自己的能量场的话， 100% 绝对幸福，没有错的。因为老师的铁证很多，老师的学员们过得非常的幸福，讲真的。因为疫情，老师讲了，疫情没办法把他们请上来，疫情一过比较宽松的话，老师却请老师的学员上来做见证了，所以非常的好。那么大家有没有什么？应该没有问题吧？应该是很简单，今天老师讲得很详细。那么呢，今天讲的是第几堂课啦？第四堂。
两个礼拜后我们继续讲第五堂课。我觉得这堂课要讲十集吧，还是不懂要讲多久。不过我相信大家应该很喜欢香素这个课题，对不对？哦，应该很喜欢这个课题。如果喜欢的话，老师继续讲。记得啊，谢谢大家的百忙之中抽空来看这个现场直播。那么呢，过后呢，这个直播都会在我们的 YouTube， 也在我们的 Facebook。希望大家能够发，能够 share 这个直播给他们看，他们可以回看的话，可以帮到自己的，好不好？好，那么非常的感恩大家。那么还有，对了，我们6月18号正式搬回去我们的六楼。因为已经是小装修了，小装修的都很不错，老师很满意，那个感觉也非常的漂亮，所以呢，大家可以约了啊，6月18号过后可以到我们的六楼去看了。好，那么谢谢大家了，那么我们两个礼拜后再见。想见老师的话，老师最近还不能飞，哪里都不能飞，还在新加坡，所以想见老师的话，新加坡学员可以来香道馆找老师。好，谢谢大家了，拜拜。哎，什么事？哎，哦，中国学院有问题，什么问题啊？啊，对，啊，左边是2，头顶是4，右肩是6，对的。啊，对对对，你就把自己调转过来，跟他一样，就是，哦，调转过来的哈，哦，没关系啊，你就左头跟右就好了。哦，对对，你要跟他转过来，就是左肩永远是2哈，左肩是2。啊，就是这个男生就等于我们看镜子一样了。对对对，就当成看镜子。啊，好，好，那么谢谢大家啦，好，拜拜，好，谢谢，好。